在大家面前，我努力做好我的工作，带给大家欢乐。回到家，我也尽力做好母亲这个角色。当然，这也让我成为很多妈妈倾诉烦恼、成长咨询的对象。因为爱，我们都想尽力给孩子最好的。在学习的路上，我选择 Tiger Family 护脊书包。学习活动开跑喽！快来为宝贝挑一个好书包吧！我是钟思明，真心推荐 Tiger Family 护脊书包。